大家好，欢迎再回来收看神魔之塔，我是 JC。 大家参加了上次的活动没呢？如果未的话，请快点按下面那个 link， 那里 description 有的，就可以参加上次的活动，是送出100粒魔法石的。那大家未参加的快点参加了。我们呢今天是打这个暗基友的最后那只合体那只东西，我们用这队这样的东西。这队是彩色龙队贪玩队，真的没事做的，因为我看到那些数据都挺易的，所以每次看到那些易关卡我都会用这些漏打队去试一下的。这个关卡基本上头五关呢，这个龙队不断做全体攻击就可以了，现在做全体攻击都可以秒杀它的，除非有那些四五 combo 同我转不到，那就真的抵死了，是吧？那就是这样秒的了。我觉得这队龙队高血，因为去到最后它有些那些叫什么先攻盾，因为打我又不痛的，是的，做全体，所以我觉得这队是又稳又好玩又新奇又溜打的，因为真的很溜打，因为你平时不会带五只这些东西去上场打仗的嘛，是不是？老土的讲句就是他是拿来晒命的。 IO3 都是没什么特别，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这些随机三五只属性的这些恐怖分子，我叫恐怖分子，因为他们真的好像咁就繼續做全體啦，我哋就手殘啦，就打唔死右邊嗰只嘅五 combo 盾嘅，咁今次應該都打唔死佢噶啦，都冇死。啊，有天降喎，好啊，哇，天降暗添，好啊 ，MH 幫我啊 ，OK 啦，打超咗佢啦。咁我哋就跌卡啦，咦係咁，咦好 OK 喎，掉卡率 OK 喎，刷先一間先啊。咁都係啦，做全體啦，咦火珠啊火珠啊火珠，哎唔得唔得，唔緊要唔緊要唔緊要，打唔打死佢哋啊？打唔死右边嗰只，好啦，再做一做全体啦，打得死啦啩今次，咁样上翻去，系 ，OK 啦，呢一队嘅攻击力真系唔系几够，因为可能我弱智咁配队啦，贪玩啊，平时可能这个暗二加龙最加呢个坦机系可以破十万啊，每一嘢都好似啊嘛，好人都可以我见到，好啦，咁入到嚟咧。他有这个先攻盾先生，那你是的 打我吧，那就打我不死我的，因为我实在太多血了，天生多血，那是的，打不死他他应该很厚血的，纵使那么多天降也不能打死他，是剩下五分一，那这 round 应该 OK 啦，有全体就可以了，我成日认住全体之后呢，龙队的攻击力会高很多，其实没关系了，一直以来的错觉。好入到系 R6 咧，好似系有啲嘢嘅 R6， 系啦，有呢个死人问号猪啊，对我亦都系冇影响嘅，因为都系咁样转嘅啫。龙队冇咩特注意事项嘅，又可以补血，又可以打人，又有呢个坦几，系咪？嗱，球都系大概一半到啦，咁佢跌得两粒问号猪，咁都唔系大问题啦。再转翻上去系 yes， 全体呢个水，哎呀，真系唔系好痛。不要紧啦，继续打啦！我啲技都仲未跳起，最后爆死你就算啦。咁心珠烧心珠冇用喎，呢队系嘛？真系冇用喎，因为唔系暗二界，暗二界烧心珠可以打佢，又可以回血回超多。但系呢队真系得个贪玩字嘅啫，真系贪玩嘅呢队，其实真系唔系好劲啊！大家唔好用呢队啊，乱咁嚟噶，乱咁配我差，得真系贪佢靓嘅咋，彩色咁样，唔好用呢队啊！呢队大家都讲得仲惨过磨队，磨队都系有得跟正可以乱转咁样，跟住一路磨死佢。而家我转得好辛苦，就系好似磨队，唉，搞掂咪中意到，好啊跳起啊王冠啊，最中意就系入王冠嗰阵咧，最后一刻所有技跳起，咁真系好型，我觉得。好呢只咁样嘅攻防盾系嘛？系啦，攻防盾，哇，好霸道咯，攻防盾真系，我可以减伤先，因为攻防盾咧。你咁转都打唔到佢噶啦，攻防盾真系忌安啦，真系，即系，哎呀，我一定要打你先嘅，如果你唔可以打我嘅，黐线嘅，完全呢啲游戏唔啱小朋友玩嘅，小朋友千祈唔好学佢，攻防盾系错嘅，知唔知？系 immoral 嘅。好啦，开埋呢只技啦，因为唔够暗珠坐一坐，暗珠先再爆死佢啦，佢都死啦，俾多一 round 你打我又点啊？咦，又 text 我，好都未够啊 ，OK 啦，差唔多，哇，跌两粒，多谢。好啦，最少冇得跟正开老丁，开晒技佢啦，慢慢排，都系咁样叠啦。大家开坦几开到满啦，系嘛？大家都知道坦几可唔可以？哎呀，烧唔晒，哎呀，好核突啊，排得咁啊！木珠系木珠，希望叠到，咁就爆出去噶啦，一定。咁就系咁啦，应该扣几多？我真系估唔到。
70多万，唔、差呢队贪玩得七十，哎跌卡 yes， 贪玩得七十几万妹啫，7642420万 ，OK 差唔多啦，都唔算差，真系唔算差，700万 OK， 400万都 OK， 系啦就系咁啦，系啦，希望你中意呢个 video 啦，同埋希望冇觉得我嘥咗你时间啦，因为呢一队真系冇乜用啊，帮唔到大家，纯粹娱乐效果啊吓。同埋未参加活动嘅，如果有想参加嘅，去翻上一个 video， 我摆个 link 喺个 description 度嘅。咁去翻上个 video 参加翻上次嗰个送石活动啦，系100粒魔法石嘅。系啦，就系咁啦。我系 JC， 多谢收睇，拜拜。